不过您找我。嗯，坐。坐近一点。明天就要把穆婉婷娶回家了。对呀、啊。现在有什么感觉没有？现在啊，嗯，对呀、啊，虽然我准备婚礼很忙，事情很多，很杂乱，但是，不，我真的很期待，我很期待把婉婷娶回家了。这么说，你是全心全意爱着我们家婉婷了？当然啊，不，我知道您担心她，你跟她最亲。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您保证啊，可是我们就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你到时候就看着我怎么全心全意的对待婉婷，你就知道了。好，我相信你。这是什么？这不负人类的致命武器，太极剑。对，太极剑。那你知道我现在把它拿出来是什么意思吗？你是要用来警告我的。你怕我欺负婉婷啊？如果我欺负她的话，这把太极剑就会找上我。伯父，你又不是不明了，只有婉婷欺负我，哪有我欺负婉婷的份啊？不，其实我要说的是哦，这个我你真的放心啊，我绝对不会欺负婉婷的，我会尽我这辈子最大的努力啊，我绝对不会让婉婷受到一点委屈啊，绝对不会让婉婷的伤心难过。伯父讲真的，我很喜欢看到婉婷那个灿烂的笑容啊！哎呀，我真的愿意用我一辈子的时间呐、啊，来换取她得到，让她得到最大的幸福。所以你放心啊，这个太极剑啊，您留着自己用吧。这个她应该不会来找我的了。说，我就可以放心把这把太极剑交给你了啊！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有肩膀、可以让婉婷托付一生的男人，而我这个做爹的这个责任呢，也算是暂时可以放下。我把这把太极剑交给你，你以后就要好好保护婉婷。你要注意啊，我会随时盯着你啊，如果婉婷你让她受到什么委屈的话，虽然太极剑不在了，但是我还有排山倒海。是，好好说话。好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还有的忙呢。等一下，嗯，我觉得怪怪的哦，你刚才讲的那番话不是应该等到明天婉婷跟你拜别的时候才跟我说的吗？你怎么会现在我刚心血来潮在那边插了一把剑，所以想到了我就跟你说这些，我怕我明天我忘记。好，早点休息吧。晚安。以后就你来擦了。哦，早点休息吧啊！不是。